祥与小曼婚后育有一子，家庭生活相当幸福的两人，近日在 YouTube 频道上宣布夫妻俩终于有属于自己的房子啦。其中少祥提到，因为小曼对于新家的装潢有非常多的想法，两人决定买下毛坯屋。从影片中可以发现，从屋内的落地窗看出去都是农田，采光非常好呢，整体的气氛也相当惬意。不过装潢还需要一段时间，但小曼与少祥仍兴奋在影片直呼：“我们终于拥有自己的家了！”影片一出，许多粉丝都留言表示：“真的太替你们开心啦！风景超美的，好期待装潢后的样子啊！”